엘리랑 밖에 나갔다 왔는데 네. 밖에 날씨가 더운데 시원해. 무슨 말이야? 습해가지고 뭔가 더운데 바람이 또 샥 이렇게 불면서 조금 시원한 느낌이 있어. 또 오, 시원한데 하려고 그러면 뭔가 이렇게 습해서 더워. 더운데 시원해. 这种状况，爸比睡着了，爸比睡着了，那你在干嘛？你在等爸比起床啊？这么乖啊？你没有吵爸比啊？尊重吧，你真是个贴心的小孩，你怎么这么棒啊？阿妈喂兔兔。啊！哎呦呦呦，开心开心开心。嗯，不要偷看镜头。老板吃饭，三个人服侍，一个人喂，一个人擦嘴，一个人拍片记录。嗯，逆生我们要三个人一起。啊哟喂！阿妈来，超饿，超饿，超饿。啊，他自己还啊。嗯，今天散步两个小时，饿爆了。哦，在梦呢，好美食哦，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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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太好吃，太好吃了！哎呀，好好吃哦！来不及给他吃了，哎呀，哎呀，应该很好吃啊！哎哥，吃的好棒啊，好棒啊，好棒啊！我姐买了超萌的东西，她今天去台南，姐姐的朋友非常用心，帮我们外带了一堆台南的小吃美食。朝思暮想，挖龟，我超爱挖龟，然后还买了米糕，还有彩粽，彩粽，肉粽，粽子唯一支持南部粽。哦，好饿，好饿。哦，米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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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满意吗？很棒，太赞了，挖龟，高丽菜，米糕，肉粽，加蹦加蹦。先来吃高丽菜。OK。嗯，挖龟，挖龟，挖龟。嗯，三秒内都可以吃。东市买蛙贵，西市买力哥。感谢范学姐，好好吃哦。嗯，哦，好好吃哦，我超爱蛙贵。哦，这口感，这味道，这里面的料，还有灵魂的大蒜酱汁，嗯。我这料超丰富的，现在找给他看。竟然杠了台南蛙贵哦，里面料超多。韩国人吃得懂吗？맛있어，嗯，맛있는데뭔가이것도지금부드럽잖아식감이한국사람들은더딱딱한식감뭔가그래서식감자체로치면한국사람한테는약간너무부드러워너무부드러워향은진짜맛있어누가먹어도맛있는다고할것같은데어그래兔兔一直在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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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然后他的爸妈就在那边吃吃吃吃吃吃吃，不知道米哥跟何凤的差别是什么。这个光泽感觉很赞。嗯，比油饭再清爽一点。嗯，米哥也好吃。你看这块蛙贵，看这块肉怎么那么大块啊？这料也太实在了吧！啊，我妈煮的高丽菜也超好吃。蛮爽，蛮爽。嗯，好吃。嗯，哎呦，嗯，太好吃了，我姐把兔兔哄睡，去看一下，吓死我，大家好厉害，一把手，精彩啊，好吃吗？好吃，那下面吃饿肉它吃掉了，真的是，我的第一名是蛙贵，老的。不，你这只我那里偏了。有戏！他竟然说妈炒的高丽菜是今天最好吃的。董生成，我输了。输，下次来都吃高丽菜。啊，对对，每天每天忙死了。OK。台南小吃真的是哦，去这边住一个月吧。哇。蛙龟 ，my love is 蛙龟。你的名字叫什么？蛙龟。蛙龟。蛙龟。嗯嗯。
哦，拍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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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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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公赞赞，阿公演唱会。阿公不知道歌词。呜呜呜！来宾请掌声鼓励。小酒歌在干几杯，干几杯呀、啊，干几杯！啊，直接掉了，直接掉了啊！太好听了，太好听了！李兔兔，你在做什么？你在做指甲啊、哦？这间店的评价如何？我也来做一下好不好？太可爱了吧！明天龙哥就要回韩国了，剩我跟李兔兔在台湾。龙哥的 last night。Last night, 마지막날아이고너우고있는데아니야안녕大家那今天是在台湾的第四天今天是礼拜一要来办一个文件帮李兔兔办那个病居证他在台湾终于是个人啊不是一只兔子而是一只人总之在外国出生的宝宝就有点复杂建筑内政部移民来办好、现在已经办完了非常的棒整个申请的过程时间拖得很长我是预留了三周但三周是其实是非常赶的状态就是你每一个文件都不能够出问题所以我就是非常的紧张我遇到的窗口呢他非常的贴心他就说哎，你什么时候再出境我说三周后他就看了日历然后他说你这样的话一旦中间出错可能就会来不及如果再来不及我就延长机票时间然后他才放心了一下我觉得好贴心哦他就有帮我想说会来不及的状态就他很清楚整个流程这整个流程会包括了定居证然后去入户口然后加上申请护照就是会非常非常的赶因为定居证就是要7到10天然后入户口好像一两天就可以了申请护照呢就算是极简也要4天来回到不同的地方去办不同的东西然后甚至我要到台北一趟他就是提醒我这件事在我在韩国啊台湾啊然后加上之前越南啊都遇过很多公务员然后这位公务员真的是我觉得很专业我刚就称赞他说我觉得你好贴心好棒希望他有美好的一天网络上就有很多定居证的分享了那我自己只建议两个小细节大家可以注意第一个就是很多文件最好都自己列印一份像我们的出生证明还有疫苗接种都有认证过包括了认证部分跟文件本身部分都影印过一份再带来因为在这边你还是要印一次你就先印好节省时间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记得带零钱如果你忘了影印的话这边有影印机但是要投币的幸好我是有带一些零钱在身上根据在那个申请文件部分是可以刷卡的我没想到台湾的这个公家系统现在可以知道刷卡了我就上班了开眼界啊这现在就是申请完了开心开心我们现在要去逛城隍去吃蚵仔煎提名怎么求啊 OK 끝났어우리지금城隍庙가려고오빠제일먹는건뭐야오빠는샹차이빙치린샹차이빙치린샹차이빙치린제일땡겨왜냐면지난번에왔을때우리하나사서오빠한입먹고나머지네가다먹었어아니나는나그런사람아니야아니야오케이나최소도너두번먹었어두입네그정도지어나도한입그만주는사람아니야그것도조금씩만한입되게조금씩넘어요어쨌든 anyway 그래서이번에두개사거야최소한개는내가먹어야지 알았어우리지금정화면걸어서갈게오케이오케이有看我影片就知道我去月中的时候就带了一大堆自己的东西那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老五的漱口水韩国人他们很注重口腔的健康就早上要刷牙中午吃完饭要刷牙晚上当然也要刷牙一来呢是因为这边看牙医很贵二来就是他们很注重外表嘛那口腔清晰度的部分也是他们非常在意的所以如果你在中午时间去商办大楼的话就可以看到那厕所里面就挤了一大堆人在刷牙那用韩文去搜寻天然牙膏 Vlog 的使用心得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拉乌鲁这个牌子很多漱口水都是有酒精的但是其实酒精是会刺激你的口腔黏膜然后甚至造成口干舌燥的问题拉乌鲁的漱口水呢是没有酒精的所以说我在孕期期间也就很放心的使用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很特别就是不管你再怎么认真刷牙然后用完牙线用它漱口呢就是会漱出一些咖啡色的小渣渣就想说
没有刷干净吗？那其实是因为它有一个成分叫做可寡糖成分，它是可以吸附蛋白质的，所以它就可以把你口中的微小残留废物都给吸附出来，用完它就是一种很清新干净的感觉，但却不会觉得说很辣或者说口干，它是有一点梅子的味道，然后加上一点点凉凉的感觉，就是完全不刺激。而且我觉得很棒是它是单包装，所以你就放在包包里面超方便，不会怕说带漱口水啊，瓶口松了流出来整个包包都是。出门旅游呢，例如说四天三夜，你就直接带刚刚好的分量出去，就不怕说会占行李空间。一般上班时候吃了重口味的食物，却临时被叫去要跟客户开会，或者说晚上突然约到一个帅哥要约会，用这一包撕开啊，漱口直接还你好口气。他们家一开始最红的其实是这个原味的无氟牙膏，它的成分很温和，然后很多人的使用心得都说是可以有效的去除口臭，还有很多孕妇会孕吐啊或对味道很敏感，他们就会用这款牙膏。它有点淡淡的薄荷味，然后用的是植物的天然界面活性剂，很多牙膏它用的其实是石油提炼的界面活性剂，就会比较造成刺激，因为它是用的是椰子油提炼的，另外还有熏鹿香啊、绿茶萃取物、蜂胶等天然成分。那有些厉害的呢就会说没有氟的话不就没办法预防蛀牙吗？听到兔兔在看，氟化物是能够预防蛀牙没有错，但不是说氟化物就是万用哦。我自己是觉得各有优缺点，像有些人对氟化物过敏，所以他刷牙的时候那个泡沫沾到下巴的话，下巴就会长粉刺或长痘痘，而且如果你没有充分漱口的话，还可能产生氟斑齿。因为我自己是交替使用他们家的无氟牙膏和含氟牙膏，喜欢清凉感的话呢，可以用他们家的清凉薄荷口味，喜欢淡淡的水果香这样一点凉感的话，可以选清新葡萄柚。我自己是最喜欢用清新葡萄柚了，可以看到他们的干扁程度就代表我的爱用程度。另外这次团购呢，也问厂商可不可以放一个我最近用的觉得蛮好用的日本防晒用品进来。我最喜欢他们家的防晒喷雾，但因为它那个比较大罐，我怕不能托运，我就没有带回韩国，我是在台湾用的。我觉得这个防晒喷雾非常适合不爱涂防晒的人，因为像龙哥就是一个不爱涂防晒的人。其实防晒并不是只是预防你晒黑，晒太多太阳的话有可能会产生疾病的风险嘛，所以我自己呢就是都会涂防晒，防晒喷雾呢就只要用喷的就好，而且喷起来还凉凉的很舒服，所以龙哥就会乖乖的让我帮他喷。那他除了很方便很快速就可以补防晒之外呢，像是脚踝啊，或者说脖子后面，它可以倒着喷，叫刁钻的部位都可以喷到。我自己在台湾就放在家门口，赶着要出门啊，快迟到啊，实在是没有时间在那边慢慢抹的时候，就赶快快速的喷一下。而且因为它不会沾手，所以你也不需要说用完之后又再去洗手。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很完整的去 cover 你的皮肤的话，还是要用涂抹式的，但是喷雾的好处就是省时，然后让不爱擦防晒的人不会有抗拒感。那防晒喷雾之外呢，他们家的防晒乳我觉得也很好用，没有那种防晒乳的厚重感，就像是你在涂身体乳液一样，涂上去之后就没感觉，完全不黏腻。我查它的成分，它的 UVA UVB 都是有 cover 到的。我自己是觉得很适合坐办公室的上班族，你想防晒但又不想要擦太厚重的防晒乳的时候可以用。至于这个品牌的防晒棒，我自己觉得比较适合需要保湿的人，因为我自己在身体部分是偏好清爽的产品，所以这个呢我就没有特别爱用。但如果你想要找没有添加香料没有添加酒精的防晒棒的产品的话，可以参考看看。这些我都是拿来擦身体的，脸的话我会另外用比较偏物理性的防晒产品。大家对这些产品有兴趣的话，团购链接我放在资讯栏。兔兔一直在旁边笑，去看一下。我们的剪好面了，超久没吃这边的蚵仔煎了，因为我去年回来的时候是过年嘛，就是一年半左右之前，那个时候过年期间的城隍庙是没有卖蚵仔煎的，而且是好几天都没有卖，怎么可以这样？就超久没吃蚵仔煎，我好期待哦！而且今天是礼拜一，所以感觉人比较少，走起来好舒服。我很少看到这么空旷的城隍庙，过年来的时候真的是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Day。房机又没有开，都没开的。Oh my god！ 你他家里是乱的啊？我就是，他家里，把你拿下来。건강하세요。我今天없는데，爸，我今天没开的。OK， 됐어，다른거먹어。啊，우리야로면먹자，야로면。都是空军。자리멈춰잡아야해。太久没来了，忘了要去先找座位。我把坑到了，姐妹还干。OK。扫码点餐呢，好赞哦！哦，它还可以特制，而且特大，特大的是那个网络版才有，然后它还可以选不加红椒或不加油葱。完成，完成，有听懂没？是假的，我要进我进班，别让他们家。然后就简单炒炒面。오빠지금벌써세번째실패하는것같아요。这是我们店的
点了两碗鸭肉饭，我的是大的，龙哥是特大，然后还有一盘去骨鸭肉，两个半熟荷包蛋，一个鸭肠汤，还点了炒鸭血，还有炒高丽菜，超丰盛。真맛있어오빠이거처음먹어보는것같은데이거처음이야고기도맛있는데뭐라고해야돼소스소스가되게자극적이지않고고기랑딱어울려계란들어가니까맛이확실히또확달라지네맛있다그양념이신맛이강하네맛있다원래오빠는뭐천지잘먹으니까오리피에대해서거부감이없거든가끔먹으면약간좀그오리피냄새가좀강할때가있잖아불편할때가있어근데비린내이런거전혀느낄수가없어신맛이너무강해요그게너무부드럽지응맛있어이거는그선지못먹는사람도뭐도전해볼수있겠다이건맥주랑너무잘어울리지않아야대만음식중에맥주랑안어울리는거뭐있어하나치야로팬라오랜만이다야로팬저도야로신주人就要吃鸭香饭炒高丽菜也好好吃哟哦鸭血的醋香味好重好香哦但我觉得我应该点小碗就好了大碗有点太大野心太大我点了去骨的鸭肉这个鸭肉那个皮好厚但是却不会肥不会油腻就好柔软哦好好吃哦한국사람도혼자어울리좋아하잖아혼자여기좋아하는사람은이것도좋아하겠다음식을좀좋아하는사람들은대만의모든음식이웬만해서는다맛있어처음에오빠가대만왔을때대만향이있잖아왠지딱그거먹으면이건대만향이야라는그향이있거든처음먹어보니까낯설어서좀이상한느낌인데조금익숙해지고나면대만음식웬만해서는다맛있어대만음식은생각보다그렇게자극적이지가않아수만큼튀김이런애들빼면웬만해서는먹는게어려움없지어떤사람은내가먹을때리액션너무과한데나카메라없이도이렇게리액션했잖아처음만나서연애할때왜이렇게오바이션해좀지나서아진짜먹는거좋아하는구나오빠는맛있는거찾는사람아니잖아있으면먹고없으면대충간단하게그냥한끼그냥때우고이런스타일인데너만나고나서일부러막맛있는거찾아서먹으러다니고입이많이개발됐어홍화牛奶맛있어好哦现在立刻喝谢谢이거바로먹어야한대15분초과하면그쓴맛이나대아유이거뭐라고설명하지살구맛하고당근맛하고조금새끼맛비슷한 느낌인데뭔가바닐라우유같은느낌도좀있고그래처음먹어보는맛인데맛있어되게맛있다어太好喝了太好喝了半糖不太甜但还是好好喝这样因为龙哥下午就要去搭飞机了所以我们只剩半个小时开机再继续吃吃喝喝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吃香菜冰淇淋香菜冰淇淋오빠그때香菜冰淇淋더먹고싶었는데못먹고나서지금왜그때왜안사아다른거먹어다른거먹어이러면서다른데로데려갔어오빠어하나더살까이랬는데아아니야저쪽가면맛있는거있어이래가지고太好吃了太好吃了太开心了好吃好吃香菜冰淇淋香菜冰淇淋두개老板两个冰淇淋香菜要还可以多点吗사장님은香菜는괜찮냐고내가더많이주면도되냐이렇게물어봐서오빠위해서와香菜香菜와谢谢谢谢원래바닐라아이스크림인것같은데지금은딸기야아
맛있어. 아, 많이 나서 좋아. 아, 근데 香菜. 딸기 향 좋아하잖아. 그 화하 조금 향이야. 근데 이 香菜 그 딴 거 나오면 오케이, 딸기. 참아 줄게. 맛있어. 봐봐, 지금 마음이 급하지 않지? 두 개 쌌으니까. 그럼 그전에 네가 계속 먹어갖고 다 먹을까 봐 결국 다 먹었지만. 오빠 먹어. 네? 지난번 더 맛있지? 이것도 맛있어. 맛있는데 확실히 바닐라하고 그 만났을 때 향이 확 도는데. 맞아. 확실히 딸기는 조금 맛이 좀 다운되는 게 있어. 나 바닐라도 단맛이 더 좋아. 향수하고 땅콩을 그거 맛있어. 아, 이 조합 진짜 특별하네. 아이스크림의 단맛, 땅콩의 향기, 거소의 향. 이건 이런 거 만든 사람은 어떤 생각이야? 천재, 천재. 천재 아니면 변태. 자, 누가 아이스크림에다가 상차이를 넣어. 아이스크림이랑 상차이 어울려라고 생각했을까? 아니면 한번 이상하게 먹어볼까 했을까?